而家行緊去 Cubbon Park 門口嚟嘅，今日係2008年2月17日。啲見到呢啲地下係 bank 嘅咯咧，通常都係啲咁嘅地下啦，起伏不定，所以好容易拗柴嘅。佢行路嘅時候望住地下。要好小心，如果唔係咧，有啲人咬親只腳噶啦。因為起緊啲商業大廈好高啊，呢啲而家唔知係乜嘢嚟嘅，有啲擺設。應該是賣室內設計的，我先拍住這麼多先。